习打着节拍，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，红色亮片片的是你未来的主持人搭档哦？哎，没有，献花的这个是。哦。这位大哥一路好走。他都不理你。他不理我就对了啊。小灿你好。小灿，小灿别理他啊，同行是冤家啊。刘岩，近距离的观察一下，有何感想？我想先摸一下。你怎么能这样？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，因为你不能摸啊，人女孩子我得摸啊，因为我觉得她腿很漂亮。那你打算摸腿啊？我要摸腿。那要这样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凡事咱们讲一公正，你要摸了她，待会儿她也得摸你。她摸我，她摸我没问题啊。都是女孩，怕什么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闲着也闲着呗。嗯、对、啊。来吧，你她比你个儿高，你看了吗？哇，她腿好细、啊。哎，我们俩在一起谁白啊？我现在就是要白富美嘛。白不好说，因为早期的白癜风看不出来。半天了，小灿也不说话哈。哎，其实今天也有粉丝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不要跟粉丝们多说几句话？今天台上台下都喜欢你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小灿。那个该你摸一下柳岩姐姐了。哎，我就是客气客气，你别那什么啊。这个好像听着不是特别像女孩哈，听声音像成熟的中年妇女。哎，对，小灿，你是男生对不对？不知道，我看他是不是男生，特征都有倒是啊。所以我可以摸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闲着也是闲着嘛，啊，你这是包月的、嗯。算了，我摸完他之后，你一定要让他来摸我。错了，是我来。我们就都是自己人，有时候说点实话，嗯。哎，但是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小灿。你没想到吧，小灿？你确定你是男生对不对？嗯。我真的是男生。好，那女主持这个梦想你就破灭了。小灿来自河南啊，这个上次来的时候穿了一双带网眼的丝袜，还有印象是吧？啊，那之后是不是大批的粉丝就喜欢你了？嗯。还能唱歌呢，你唱两句给我们听听吧，好吗？我唱爱的供养。唱什么？爱的供养。爱的供养。对。哦。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。谢谢，谢谢，今天唱的不错，这歌叫《爱的供养》啊。那一支没唱出来是吧？